娱乐圈是不是又传出来婚变的消息了？银色夫妻吴奇隆以及马雅舒呢，是不是因为长时间聚少离多，所以最近有传言说他们两个已经不在一起了？根据马雅舒新戏的工作人员透露，马雅舒在北京拍戏，结果呢从来没见过吴奇隆去探班啊，加上之前呢有人就跟吴奇隆讲说，哎呀帮我问候一下马雅舒啊，结果呢吴奇隆好像反应很冷淡，就让人不知这个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，就开始有联想了。